真长啊！需要两，哎呀呀呀，我得学一学。好吧 ，feeling， 好吧 ，feeling。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澳洲生活，我是 Amy。 这里是澳洲珀斯，位于澳大利亚西部，气候属于地中海气候和热带草原气候，夏季12月至2月。今天是龙年大年初二，我和朋友一起相约去 Dragon Place 龙的地方广东茶餐馆去喝茶吃茶点。一到了餐馆，人头济济，好不热闹，一定要预约才能够有座位，大家一起去看看吧。我小姐妹的头发自己梳的，挺有特色吧。好，哎呀，好多人啊，他们已经点了菊花茶，全部坐满了。哦，他们已经来了，本来说好12点的，现在他们提前了，我们刚知道，所以来晚了。大家已经都做好了。在珀斯澳洲，许多当地的西人和当地政府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舞龙跳舞表演集市积极配合，还一起参与。就像歌曲和音乐一样，是没有国界的。你看，西方人也开始吃鸡爪子了，我点了一盘鸡爪子，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中国的广东茶在新西兰还是澳洲都是非常受广大的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欢迎的。澳洲是移民国，来自于许多不同文化的移民人群，是自由开放的国家。澳洲尊重每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你看这位西人吃鸡爪子吃得可厉害了，他说他住在这个附近25年了，所以吃鸡爪子对于他来说是小儿科了，哈哈，厉害。2020年，恭喜大家新春快乐，龙年大吉，身心健康，万事如意。我的小姐妹马上就要去做义工了，身上穿了一件龙服，正面看一下，叫中华会馆。中华会馆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丰富的节目奉献给大家。这是龙年会场的大门，摄氏35度，人们还是热情高涨，精神可嘉。精彩的气功表演，恭喜发财！我代表西澳洲广人艺团和广东省残疾人中心，祝福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哦，舞蹈表演必不可少。过年新年好，新年好。哎，老样子真好。再来一个。啊，自己手。有啊，二四。那我稍微得学习。哎呀，漂亮！哎呀，漂亮！哎呀呀呀，我得学习。哎呀，真的好看，好看。一个人只能做到后面，做外表。哎呀，好看。一个人做两个，我捏。我会捏，但是他们的捏法跟我的捏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每个人吃法都不一样。我们是馄饨，我们南方就吃，我们南方都吃那个吃馄饨多一点。我建议还是快点吃，多点好点。屋里有点收入有点挤，咱们在外面吃。手工拉面来了。哎呀呀呀呀，这个面做的，哎呀。像拉面一样的，对，就是拉面。咖喱猪牛要开细一点，但我没吃。年夜饭开始啦，有鱼有肉，有水饺，有大虾。大家一起来分享。
Hi, Tommy. Oh, put your fingers. Good. With the what the stuff inside? Ricotta and spinach. Spinach. They only cut a smaller hole. Good. 放在里面烤的。这个有点像番茄酱。孩子们在外面玩。哎呀。哇，你做的太香了吧，我好想吃哦。